完美，连汤都这么有杀伤力。要杀谁？吓死我了！大白天的在这做猪肘。药喝了没？喝了。看来以后每天还得派人盯着你喝药啊。干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已经偷偷派人盯着我吃饭走路了。我是怀孕又不是坐牢。猪肘要糊了。还记得不？银城黑肘子，你还吃蟹了呢。等等，撒点薄荷去油腻。池山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个孩子呢是你的骨肉，也是我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看护他，绝对不会让他受一点伤害，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。我呢知道自己不懂礼，所以我天天都坚持去宫里学习，怎么可能好好学那些东西，查线索都来不及。龙王姨，嗯，你以后不许单独的跟别人说说笑笑。别人？谁啊？你说周王吗？为什么？我会吃醋。慢点。天哪，居然变得这么直白！完了完了，这身孕一定得一直装下去。这银城到长安2000多里，漕运加陆运至少得半个月，你这肘子怎么运得这么快？原来是想套我的话。这走了一天了，脚脖子都走肿了。原来怀孕哪儿都会肿呀。腿疼。漕运密道，不走大江大河。什么密道？别卖关子了。哎、弄疼我了，轻点。嗯，舒服。